係中意啦，我最中意咧就跳中國舞啦。咁我相信咧，你必定好中意我呢個嘅跳舞小精靈啦。哇，小朋友整佢嘅話咧，可以發揮創意啊！唔止添啊，仲可以幫佢加啲古靈精怪嘅表情添㗎。咁就好啦，我哋一齊小手指工作室展露創意，我最得。屋企嘅小朋友，你哋可以扫描呢一个 QR code， 下载工作纸同埋预备好材料，一齐跟我玩啦！睇下今次预备嘅材料，主要包括有呢一啲。Hands up！Hello Hello， 大家好啊！吓，唔知道小朋友你哋有冇学过跳舞嘅咧？你哋有冇学过跳舞噶？有啊！你学咩类型嘅舞啊 ？K-pop。K-pop 咁即係嗰啲好型嗰啲舞步啦，咁你中意跳嗰啲係一班人跳啊，定係自己一個跳啊？一班人跳。一班人跳啊？咁你平時有幾多個人一齊同你一齊跳嘅？四個。四個，哇！咁好似女團咁樣樣咯。好犀利啊！我都好中意跳噶。好啦，問下呢邊先，你哋有冇跳過舞啊？有。嗯，你跳過咩舞啊？芭蕾舞。咁芭蕾舞係你自己想學啊，定屋企人叫你學噶？自己想學。嗯，睇嚟對跳舞好有興趣喎。嗯，實在太好啦。不如咁樣啦，今日咧我哋做一個小手工，都同跳舞有關嘅，呢個就叫做跳舞小精靈啦，好唔好啊？好啊。好啦，即刻開始啦。台面上面咧，你見唔見到有隻紙杯啊？見到。跟住咧，仲見到有支竹籤啊。首先咧，我哋咧就用竹籤喺個杯底度吉個窿先。咁啊，吉窿嘅時候，當然啦，爹哋媽咪要幫手嚇，或者大哥哥大姐幫手啊。吉咗啦。係啦，吉個窿。係啦。爹哋。跟住咧，你哋見唔見到啊？我有一個嘅髮夾，有條橡筋，將呢個髮夾穿過條橡筋先。分開個髮夾先。係啦，穿過去先，穿唔穿到？係啦。擘大個髮夾。係啦。夾入去，跟住穿過去。一邊得啦。係啦。穿過去。可唔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咧？係啦。可以。可唔可以咁樣？係啦。OK。得嘛 ？OK 啊。跟住見面都有一粒好靚嘅珠珠。掌上明珠。珠珠珍珠咁樣，珠珠有個窿嘅噃，咁咧攞個髮夾穿過去，攞個髮夾穿過，係啦，好，穿咗未？穿咗，係啦，將個橡筋慢慢拉過去嘅同時，準備一支筷子，穿過條橡筋，穿過條橡筋，係啦，拉住佢，穿過條橡筋，係啦，得唔得？係，係啦，套埋支筷子上去，跟住咧就可以扯住條橡筋啦，係咪做到呢個動作啊？係啊 ，OK， 係喎係喎，嗱，跟住咧就將呢一個嘅。髮夾穿過去我哋紙杯嘅窿度，拉落去。係啦，拉咗落去嘅時候咧，拉到底啦。麻煩準備一支雪條棍。等等。係啦，將佢咧扣住條橡筋。雪條棍扣橡筋，穿過去。拉住佢。拉咗未？係啦，跟住。係啦。跟住我攞個雪條棍。係啦。咁你啱啱可以晾住到嘅雪條棍，晾住喺個杯邊度。咁個髮夾咧就可以褪翻出嚟啦。係啦，你幫我褪翻個髮夾。咁你就攞少少力。好，搞掂啦！好，得咗咯喎 ，OK， 好啦，然之後咧，你見到咧，台面上面有三個晾衫夾，係啦，將佢咧夾喺我哋嘅杯邊度，係啦，夾完之後咧可以企喺度嘅，記住平均啲喎，係啦，夾咗之後咧可以咧成隻杯咧藉住呢三個嘅晾衫夾企咗喺度嘅，係啦，你試下企喺台面先，係企唔企到喺台面啦？企唔企到？係咪企到啊？OK 啊，好似機械人咁咯。等埋瑩瑩姐姐先，係啦。放喺台度，睇唔睇到啊？誒，爭少少，可以要平均啲，係啦，夾得係啦，平均啲。跟住見唔見到台面仲有一對活動眼睛啊？見到。咁當然啦，就要黏上去我哋嘅紙杯上面啦。好，好啊。我哋搣咗後嗰個雙面膠紙先。嗯。好啦，你哋知唔知道咧？芭蕾舞啊，系由边个国家开始兴起先噶？系啦，有冇讲话系边个国家开始噶？老师上堂，俾三个你拣啦，好唔好啊？好啊，选择题，嗯，意大利系，英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嗯，意大利，意大利，你拣子飞拣意大利，我哋拣咩好啊？英国，英国，嗯，答案就系。意大利啊，係啦，就意大利嗰邊開始先嘅，好犀利喎！好啦，我見到你哋個作品差唔多嘞噃，係啊，搞掂咗啦已經。叔伯睇下先啦，企定啦嘛，企定啦。不如攞嚟試下咧，轉下上面睇下咧，要轉好多個圈嘅，係啦。你就中意跳芭蕾舞，佢又中意跳 K-pop， 再俾你揀一啲舞蹈，仲想跳啲咩舞啊？嗯，仲想學咩舞啊？除咗芭蕾舞之外，
係啦，繼續轉。有 memo 要轉好多個圈嘅，仲想學 memo 啊？可以停過啦。鍾情於芭蕾舞。哦，係咁樣嘅。你咧，阿 Jan， 如果再俾你學多一個舞種，你會學咩舞啊？芭蕾舞。芭蕾舞啊？點解會揀芭蕾舞嘅？因為我細個都有學。我哋細個都有學過芭蕾舞，哦，跟住之後就轉咗學 K-pop 啦。嗯。咁中意邊個多啲啊？K-pop 點解嘅？啲衫型啲，啲舞步快啲，因為我中意快啲，快啲節奏快啲，節奏感嘅。好啦，應該咧大家翹到差唔多啦，試下翹完之後咧放喺台嘅中心，跟住咧放手，睇下佢會唔會跳舞咯噃。我扶住，好，好，逐個逐個嚟啊！不如我哋俾 Carmen 姐姐先啊，準備一二三 ，Carmen 姐姐放手。哇！好啦，跟住咧就到盈月姐姐嗰邊啦，得未？準備好未先？三二一。看我那個了是不是嗯看不看啊好準備了好了我估計應該差不多了準備了一二三哇好了我看到大家的作品都做好了不如這樣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就去到我們的手工百寶櫃裡拿多些材料將它粉飾一下好不好啊好啊
大家可以去到手工百宝柜度攞多啲材料，分析一下你嘅跳舞小精灵。今集我哋特别预备咗好靓嘅彩色圆珠、绒毛球、颜色笔，仲有蛋糕、纸托等等。小朋友啊，尽情发挥你哋嘅创意啦 ！Hands up！我看到小朋友他們已經拿了很多材料回來了，嗯，很期待，即刻開始了。 Hello， 阿姐。 Hello， 嘉文姐姐。我文生大。哇，看到拿了很多的素材回來，一開始啊，袖子，袖子怎樣做呢？ Jen 放在這裡帶條裙，圍著它好像條裙一樣。 OK OK， 咦，那這個是女仔來的？哦，這個跳舞小精靈是個女仔來的，圍著它。那我們用雙面膠紙黏著那個位置。係啦，阿 Jenna， 如果俾你做個小精靈啊，你想要有乜嘢嘅法力啊？魔法力，可以飛嘅能力。係啊，小精靈好多都可以飛嘅噃。咁你係想有對翼啊，定係有個蜻蜓喺你個頭殼頂？有對翼。有對翼咁樣飛嚟飛去，你想飛去邊先？飛去唔同嘅國家。哦，做乜嘢啊？當係旅行，係咪啊？去玩哦。咁你唔使搭飛機咯，如果咁樣。唔使佢啦，飛好耐咯。唔緊要啦，佢精靈嚟噶嘛。咁啊係。噗一聲咁就飛到過去噶啦，係啦。OK， 咁精靈咧好中意幫人噶喎，你會唔會幫人噶？會。會啊，你中意幫啲咩人啊？啲受傷嘅人。受傷嘅人，哇，犀利喎！跟住咧，顏色筆。顏色筆係啦。係心心嚟嘅呢個。心心啊，心心啊。呢個係咪一個好有愛心嘅精靈啊？哦，在啲唔開心的小朋友面前跳舞，令到佢哋開心啲咧。但你都要一起跳舞，話曬你都識跳 K-pop 啊，係咪？咁你要教佢跳 K-pop 先得。OK， 好，係啦。做啲毛毛球。係啦，我用繩先。OK， 呢條繩係點樣用呢？頸哦，穿上去。係啊，整條頸鏈。整頸鏈係咪？哦 ，OK， 好。你會唔會穿條頸鏈俾自己戴㗎？平時手鏈啦，有冇穿過啊？有。OK。跟住可以綁起佢啦。哦，好，打個鏈啦，可能卡文姐姐要幫佢手打個鏈，係。就係幫你。阿 Jen OK 嗬，又得，嗯，哦，係啦，你幫，我幫你 ，OK， 嗱呢度套上去，套高少少嘅，係啦，跟住呢度綁住佢，綁喺後邊。Thank you.
在人，佢乐于助人嘅。哇，我见到佢好靓啊！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你帮佢装饰咗啲乜嘢啊？我帮佢加咗一条裙同埋一个链。系啊，条橙色嘅裙同埋颈链啦，仲有咧？仲有上面又加咗两个波波，咁就好似一个蝴蝶结。哦，即系头壳顶好似个蝴蝶结咁样啦。睇下后面先，后面好似都有啲嘢噶噃，系咪啊？我哋画咗啲咩落去啊？呢度画咗啲心心喺度，画咗啲心心，系咪因为佢好乐于助人呢？仲有啲钮喺度喎，啲钮系咩嚟噶？嗰啲衫嘅钮。哦，即系件衫嘅设计嚟嘅，好特别啊！呢一只小精灵。精灵真系好可爱啊！好啦，跟住咧就到盈月姐姐嗰边喎，唔该晒盈月姐姐。好，子菲，你呢个小精灵叫咩名啊？天使精灵，天使精灵，咁点解佢叫天使精灵嘅？因为佢呢度有个翅膀。哦，呢个翅膀俾佢飞嘅，系啦。咁佢仲有啲乜嘢装饰啊？你介绍下。佢有条颈链同好靓嘅裙。好有设计感。仲有呢两个系咩嚟噶？毛毛球。耳仔，好得意啊！我都话噶啦，各个小朋友都系充满创意噶。屋企小朋友啊，系咪好想知道我哋下一集嘅小手指工作室做啲乜呢？是的话咧，就快啲扫描呢个 QR code， 下载定工作纸同埋准备所需要嘅材料啦。约定你下次一路睇电视，一起整小手工啦。下一集嘅小手指工作室再同大家见面，拜拜。